已经埋弄着要面子发黑，心里要痛快。局长，在手术台上，用最大的专业性救病人的命才是最大的负责。顶尖的外科医生，手术上长了大刀，用我的鼻子。时间暂停，给电，二十码每一次。哦，我送到了，正在大出血。什么？时差，马上出差。红丽。 无论结果，如果有一名不肯放弃的医生一直陪着他，绞尽脑汁的去想治疗方案，那对于这名病人和他的家属来说，都会感到一定的安心。如果你在乎我们的生活，那这孩子根本就不会死。我让你们这些医生全都给他偿命！爱一个人，曾经有。 和医生之间的关系，是亲人还是敌人，是需要我们帮助的。以往的一致是说，总是需要一个病人的死亡和捐献来解决另外一群病人。我找你回来，就是想让你主导研发，别拖我心脏。我们医生每次成长的每一次进步，都是来自于病人。